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大段的所化成疑第五句看起啊，每一句前面都有啊，念念中意义过土，过令如须弥山微尘宿众生四山之时居中复行啊，这一句对我们的修学关系非常重要。佛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第一句就是教我们求名思受戒，事出是法，老师地大了。古时候，中国与印度都懂得了尊师重道。所以历代都有圣贤人出现啊，如果是师道没有了，这个社会必定动乱不安，人民一定受尽了灾难。思是人天眼目佛在经典上把它比作苦海的明灯像灯塔一样指示我们去吉避凶，灾消福来所以四风善知识，这是众福的根基众是众多，所有一切福德的根基，我们一定要懂得佛门里面讲的很多，儒家也讲的不少前清陈洪谋先生编了一本《五种仪规》把古圣先贤教出学都把它汇集在一起，对我们后学非常便利特别是同盟的教学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部书
有许多书局出版，版本比较好的是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它有单独流通的，这个排版跟校对呀，都相当完善。过去我们在台中修学，李老师指定这本书作为我们修身的课本。我在此地介绍给大家。再看下面第六句，过令如须弥山疏，微尘俗众生发于无上菩提之心。诸菩萨祝福弘法利生，这个诗句是他们弘法利生的目标啊。像前面所讲的四封老师，做老师的人说不出口啊，这个孝养父母，父母对儿女也说不出口啊，必须要第三者来开导啊，所以教学生尊敬尊师重道，这个是父母的责任啊，父母教儿女要尊师重道怎么个教法呢？要做示范给他看。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也做不出来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像我这个年龄，大概对于古时候的一种教学沾一点点边呢，我这个年龄以后大概就没有了很少见了。我生长在农村，农村呢有私塾，是这一个村庄，有时候是几个村庄合起来请一个老师，找一个公共的场所，在那边设立学校就是私塾，多半呢都是利用祠堂一个老师大概教二三十个学生这是最多的了，少的呢六七个学生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十七八岁，小的有六七岁，同在一个教室上课，每一个人念的书不一样
这是一个特殊很特别的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对于同盟只是教句读啊，就是教你读诵背书，每一天背遍书。对于大的学生呢，啊，十几岁的学生多半是教授古文四书，老师有讲解，这么一个学校，一切呢都还是遵守古礼，我们上学的那一天，因为这个学校并不是定一个日期开学，学生有先来后到的，随时给老师谈妥了，约定了日期，家长就把学生送到这个私塾去。照古礼拜师，学生要跟这个老师学要拜师，拜师的礼很隆重，这个礼堂当中供奉着一个很大的牌位，大臣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先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就是从前人民见皇帝行的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家长，我的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拜，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我父亲给老师也是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们做学生子女的人跟在后面拜，家长教这个是我们自己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以后不敢不听老师的话，所以做父母的人呢要做样子给儿女看让他真正看到拜完之后再向老师呈现礼物，就跟这个经一样见菩萨见佛一样带着礼物把礼物呈现给老师那么家长会给老师简短的谈话，把这个子女儿女就付托给老师了请求老师严加管教嘱咐自己的儿女要尊师重道要听老师教诲，不能违背，这当面说明现在这个礼节没有了现在做父母的也不同了
早年李老师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开了个小班，内典研究班这个研究班呢只收八个学生，六个男生呢两个女生，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发心研究经教，期限是四年，李老师请了六个老师八个学生呢有六个老师来教，开学的那一天李老师代表学生家长向这个老师行礼他也是老师之一了，他现在代表家长，另外五个老师上座先拜佛，佛拜完了之后请老师上座他代表学生家长，八个学生跟到后面我们用佛教的礼节给老师顶礼三拜，这大概是这学校开学行古礼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以后没有了。非常可惜，那个时候录像不像现在这么样流行，这么方便。没有把当时这个情形用录像保留下来。很值得后人呢看看。很有启发的教育意义。尊师重道不是口里都说的。所以我在台中因为我也是六个老师之一我们还有一张照片是开学那一天照的现在悬挂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六个老师已经有三个不在了都是念佛往生的这五个老师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老师这个表演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使我也想象到我最初入学念私塾我父亲送我上学那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深根基就是从这个地方奠定下来的现代人有福报没有这个机会了在物质上
享受，确实我们那一代的人没有办法跟现代人相比啊！我自己求学，有许多同参道友都到台中看过我去我的生活状况，都非常感叹的，说过这么苦的日子。人的成就真的佛说的以苦为师啊，没有吃过苦头不知道世间什么叫可贵啊！你怎么会想到圣学圣人教诲在佛门里呢，菩萨有教导学生，孝亲尊师啊，菩萨来教啊，教你要亲近善知识。用什么样的心态亲近善知识？华严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好，我们读了听了都想想应该怎样学习啊。第六句是加发菩提心，劝发菩提心呢？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这个名词。是可以犯的，在翻经体例里面尊重不犯，真正的觉悟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菩提心，菩提心之体直心，菩提心的作用身心大悲心身心自受用，大悲心呢他受用，就是执行怎么对自己怎么对别人所以在用里面呢就分成两种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菩提心说法跟论里头不一样，意思相同观经里面讲菩提心的体至诚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
论里面讲是执心，经里面讲是至诚心，啊，合起来看意思就明白了。什么叫执心呢？真诚啊，真诚到极处啊。叫至诚，自受用经里头也说是身心，跟论相同。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身心，说身心呢，就是好善好德，好善好德了是身心。对自己啊，对别人呢，论里面讲是大悲心，经上讲的是回向发愿心啊，合起来看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以大慈大悲呀，把自己所修得的一切福德功德布施供养给一切众生，不是自己享受，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舍己为人啊，一般宗教里面所说的牺牲奉献啊，这是他受用啊。古大德又告诉我们，四弘誓愿即是大菩提心。这个地方讲的无上菩提心呢，四弘誓愿第一句他受用啊。第二句第三句是自受用啊，身心。末后一句是菩提心之体，无上佛道誓愿成啊。从四弘誓愿我们就很清楚地明了，自己没有得度，决定不能够度人啊，自己没有成就，你也不可能成就别人啊，自己要成就呢，头一个断烦恼，第二个学法门，这好善好德了。断烦恼是好德德行啊，学法门是好善啊。所以求学事出世间的学问都是讲断烦恼学法门，
啊，但是现代这个教育，无论是家庭、学校、社会，都不讲断烦恼了，不但烦恼不断了，还要让烦恼继续不断增长，这是现代教育啊。啊，你看看儒家，啊，儒家的教学大学里头的三纲八目啊，啊，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至善。这一句话把儒家教学的宗旨全说出来了。啊，儒家教育教的是什么？就这三句，第一个叫明明德，明德跟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很接近的，啊，明德是个名词，上面又加了一个明，那个名是动词，啊，你要明明德，可见得你明德不明啊，不明不就是无明吗？这佛家讲的无明吗？啊，换一句话说，一定要破无明，明德才能现前。啊，他这个明德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教学的目的在此地啊，明德恢复之后啊，要起作用。作用是什么？在亲民。啊，亲民是什么意思呢？要用现代化来说，为众生服务啊。你学成之后啊，如果不能为一切众生服务，你的学问不就白学了？不但要知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啊，还要做到尽善尽美啊，知遇至善。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啊，菩萨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后头又有一句，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们想想，这是不是知遇至善？啊，后面这才具体的说了八目。啊，前面这是三个纲领啊，后面是八目啊。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前面的意思你好懂，什么叫平天下呢？天下太平了，
那个贫是平等啊，以平等心对待天下一切人事物，叫平天下了。这是大学问啊。造诣到极处了，他从哪里做起呢？从格物致知。什么是格物？物是物欲，就是佛家讲的七情五欲，烦恼啊。格是要跟他格斗啊，就是佛家讲的断烦恼、断习气，从这开始。你看看，跟佛家讲的四弘誓愿里面讲“烦恼无尽誓愿断”，一个意思。所以格物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致知呢，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格物啊，是断烦恼障啊，致知啊，是断所智障啊。这两种障碍都断掉了，你的信德先前了，菩提心呢就发起来了。儒家菩提心只讲了两条，诚意正心，你看诚意跟观无量寿经讲菩提心至诚心一个意思，诚意就是至诚心。它起的作用呢是正心，儒家只讲一个，佛法讲两个，作用啊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对自己好善好德是正心，对别人大慈大悲是正心。世出世间的圣人所说这个教学的理论方法境界都相同啊，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面，彼此并没有听说过，父子没有听说过西方印度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听说中国有个孔子。这个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纲领，这么相似，我们读了之后当然有很深的感触，他们这个教学
为什么这样的接近？没有别的，都是出自于自信，信德的流露啊！啊，佛经上常讲“佛佛道统”啊，那么由此可知，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本有的。现在菩提心不见了，菩提心变成什么呢？变成了烦恼习气。啊，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菩提心就现前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也就是真心就现前了。真心，那就跟此地十方世界化身菩萨一样了，他们都是真心啊！啊，你看真心起的作用啊，念念中一叶故土啊，世界海未成数众生呢、啊。帮助他们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作用啊！我们凡夫。这个心是情识啊，情识是自私自利啊，念念只为自己，不知道有别人呐、啊。这心量不一样啊，所以诸菩萨。帮助佛教化众生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啊，如何帮助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第七句。过令如须弥山微尘数众生，去于菩萨不退转地。这个事情难啊！啊，太难太难了。凡夫修行正果，为什么说要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这经上常常讲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退转。真的是进一步，退十步。如果要能保持着不退转，凡夫成佛了，肯定是一生成就。就像《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一样，一生成就了。
我们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怎么成就的？没有别的，不退转而已啊。由此可知，退转是我们修行最大的通病。菩萨怎么样帮助众生不退转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样子，那就是自己要给初学做一个榜样。身教啊，这不是言教啊，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给他看，让他亲自看到。日久天长，善根深厚的人会生起惭愧心呐，所以惭愧是善根呐。会升起羞耻心，中国古德所谓的知耻近乎勇，那个勇就是佛家讲的精进。人为什么不能够精进不懈？为什么不能够发奋努力？不知耻啊！有一年，我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弘法。遇到蔡念生老居士的公子，他在德州大学教书，我们吃饭呢，谈起这社会问题，尤其社会教育问题，他给我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坠落，真正的原因呢，他不支持。我听了这个话非常赞同。人道不支持，什么坏事他都能做得出来。所以他给我说，他有意思，想搞一个学社，叫支持学社。好，我非常赞同。以后我离开美国，不知道他这桩事情有没有进行。但是在我想象当中呢，不容易。为什么呢？今天社会上的人支持的人少了，你搞一个学社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呢？
想法好，意思好，啊，现在世间人找不到支持的人了，佛门里头也不容易找到了，啊，这个是难的，啊，支持决定发奋，支持决定勇猛精进。支持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如别人是我的耻辱啊，我应当要迎头赶上啊！啊，什么不如人呢？我的智慧不如人，我的德行不如人，跟谁比呀？跟佛菩萨比呀，啊，不能跟世间一般人比呀，啊，标准古圣先贤，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叫我以印祖做榜样，向印祖学习。现在的话是向印祖看齐啊，不如他那就是耻辱。印祖在哪里呢？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文抄就是啊，我们天天读诵学习，仔细的反省检点，我能不能比得上他？无论在德行、学问、自行化他，比不上啊！比不上，要认真努力学习，啊，确确实实以他做榜样。做印祖的真正的传人呐，做印祖真实的法子，我在这些年当中到处也是普遍劝导同学学无量寿佛，学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以阿弥陀佛作为我们学这个学佛的典型模范，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那就是把无量寿经落实。这个经不是读诵，不是讲解，我们要做到啊！那做不到怎么行呢？
真正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常识净行受啊，古大德常讲啊，一心称念啊，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啊。这真的是大势至菩萨的学生啊，所以印祖啊一生的行持，我们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细心的来对照，他真的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他的心愿行跟大势至圆通章讲的完全相应的啊，所以诸佛弘扬教化了，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好，今天时间到了。